天命预言的劫难终究来了，一味的退让换不来凡人的感恩戴德，让我来结束这一切。商纣无道，反了爱子民，师尊立我在封神榜下凡，只为辅佐应运新王。在这场战争中，仙界只会在两个阵营里做出选择，我们的和对抗我们的。原来封神归位是因劫难所致。修齐好的封神台是可以操纵封神榜的，所有凡间的仙人的法力都会被剥夺掉，身残阵胜，阵亡阵灭。你们这些蝼蚁，没人能破坏我的计划。如何才能打赢？